啊，这是真水的一首诗歌吼。啊，咱来甲歌词读一遍吼，来个歌词读一遍吼。来，请咱大汉的李丽岛，亲像老母温暖疼惜，历代的祖先注目伫看，看咱怎样拾起因脚步。祖先一代搁一代伫反复，唔通忘记，唔通忘记。祖先一代搁一代伫反复，不害困，温困打拼。第二十号，海水清清的太平洋，对着这苦难的美丽岛，温暖的日光照着土地，光照关山溪水甲田园，这么水的乡土是咱所有。祖先开垦，上帝收树，土地有生出丰富的土产，水牛、羊啊、金蕉、玉兰花，哦，咱来啊听音乐，咱来对音乐哦来唱吼。讲为着咧自由的美丽岛啦吼，啊，咱知影讲，因为美丽岛事件了哦，其实台湾哩当阵是苦难吼，苦难吼，迄个华裔是讲为着这自由的土地啦，当然土地是自由啦，但是人民迄当阵的生活是苦难的吼，啊，所以迄个所在迄阵是讲为着这苦难的美丽岛吼，啊，美丽岛迄当阵是压迫啊，这些诶，这个。苦难拢临到伫台湾人的身上吼，啊，第二十一种温顺的日光吼，这个写所在是写温暖的日光吼，这个原来的迄个是温顺的日光，因为温顺甲温暖是无同吼，哦，温暖是干呐，讲温暖俩，温顺是讲真柔和吼，
真柔和啊，真安尼温暖啊，柔和的日光，变着土地，光照关山，下水甲田园。OK， 啊，因为这条吼，这班啊咧唱的是伊上伊感觉咧唱的啦吼，所以咱真困难配合吼。不过咱唱咱的无要紧吼，咱唱咱的，咱搁唱一摆吼，最头到尾。迄、那个上尾吼，上尾迄个土山吼，水牛、水牛、牛啊、牛啊、金蕉、金蕉、玉兰的，这个所在敢若有咧呼应啦吼，吼、哦、这呼应的诶、這個，这个声吼，把咱对头来吼。Yeah。
特别在今仔日，你有体验阮所病痛，
会伫圣灵传道书来到阮的中间，来透放你的信息来引带阮。感谢主会当互伊，互阮通过你传道，过来更加熟悉你。亲爱主，你是阮的好朋友，阮知你疼阮，阮求主你帮助阮，让阮在这一生中间无拄着恶淡淡的事。下面阮有时暂时的软弱，无论是病痛，也是心灵的创伤，阮求主你保守阮的心灵，也让阮因为安尼，我靠你来得到平安。主，我也要感谢你，让阮在这个公益教会中间，每一摆的行动，拢得到帮助，也通过最侪合适，会当坚固阮的信仰，让阮的信心加添，也因为安尼，让阮赢过所有一切的挑战。阮伫遮感谢俄罗斯，阮就信心做工，让阮伫遮那听主，用健康的心灵、健康的身躯来服侍主，然后阮通过每一摆伫遮的敬拜，通引带侪侪人来认识你。阮求主祝福阮今仔日在座每一位兄弟，也祝福阮今仔日敬拜。特别阮求主，伊祝福阮教会地牧师所带领的 URM 这个训练，以及总会的教社事工。阮求主你帮助伊伫遮所有的服侍。即只阮也要为特别为着牧师的家庭，伊将要举行仪式，伊的第二公主要伫七月初二来举行婚礼。阮也伫遮献上阮的感谢，恳求主你祝福伫这个家庭，也祝福伫这两位的青年人新的家庭。啊，即只阮的礼拜就要开始。求主安静我的心，我来祈祷感谢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下面，咱要来做信仰告别，啊，咱写咱看咱的顺序单内底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，伫咧日写的这张顺序单，啊，咱同齐来读，伫。对，谢了，谢了。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信仰告别，安尼讲，我很信上帝，创造创地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，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，施行审判甲拯救，伊的子对信心投胎，十七度玛利亚出世做人。对咱的兄弟，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对伊的受苦，定是伫个死过活，显明上帝的怜爱甲公义，予咱甲上帝搁好。伊的神就是信神，站伫咱中间，享受快乐，予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，直到主过来。我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伊的救赎。对我的信仰甲生活的尊敬，我是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结，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最好解书者是普世的决定军伫本地，认同所有的主人，通过痛甲受苦，来成做毋盲记号。我是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，做得赦免。用虔诚、忍耐、甲献身的生活，归荣归上帝。我是上帝，予人有尊严、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。
有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，伫安尼，然后有社会、政治甲经济制度，交文艺科学，搁追求精神的心，总是人有做无用者的文字，破坏人万物甲上帝关系。所以人就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伊要让人对罪恶中得到逃亡，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。伊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，互世界成做伊的国，充满公义、平安甲欢喜。阿门。啊，以上，下面要来，咱们来读一段上帝话，圣经。要请毛主任兄弟来带咱来读。咱今有三位圣经吼，咱做来看《列王列王记下卷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哈兰王的军长乃曼，在伊的主人的面前最大最尊贵，因为摇花不言，伊和哈兰必胜。伊也是大官吏的勇士，总是太高，前阿兰人规定出去，对以色列地掠一个查某囡仔，伊就伺候乃曼的某。伊和伊的主，伊甲伊的主庙讲，好袂得我的主甲撒玛利亚的先知相佮比的，伊的确为伊好，伊的太高。有人入去甲伊的主讲。上意识的地的查某囡仔，安尼讲，咱看第二位记载伫《列王记下卷》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，乃曼就落去，照上帝罗卜的话，伫约旦河洗七摆，伊的肉复原，亲像囡仔肉，伊就清气，伊甲一切对伊的人倒转来，上帝的罗卜遐。徛伫伊个面前讲，看我今知有以色列以外，普天下无有上帝。今求你收你个罗卜个礼物。咱过来看第三位个圣经记载伫《路加福音》第四章二十四节到三十节。佮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未有先知伫本所在，互人接纳伊。那是我真实甲恁讲，当伊利亚的时，天旷花三年半，遍地大饥荒。彼时，以色列中有侪侪酒官人，伊利亚未捌奉差去找一个人，找因一人，只有去西顿的撒勒法找一个酒官人。到先知伊利沙的时。以色列中有侪侪太高个，其中无一人得到清气，只有叙利亚人乃曼那听。伫会堂个人听见遮个话，拢满心生气，就起来赶伊出城外。众人带伊到山坎，要甲伊扯落去。那是耶稣对因中间行过，做伊去。以上，多谢。下面咱诶诗班要来献诗，三百四十七首。主耶稣，我要我靠你。
恁讲到要来请恁信任团读书，因为题目是台湾国因为你来伟大，啊，那时间到了，嗯，谢谢。